现代花木兰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哎呀，你离心力很强。34F25/30，我在做水电学徒。你怎么会有做这一？我爸就问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帮我做？”我就说：“好啊。”哇塞，那工地嘛。对，我们要穿肩线。他是议员候选啊。我爸是演讲。你参选期间还有要给你5000万，就收了啊，这是哪花光我拿的？可以给2000吗？来开矿买。他主要是要赚这个。屁呀，是吗？就被秒掉了。哇哦！真的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一集我们两个穷酸鬼有救了。哎，怎么说？因为今天来的女生啊，她们都是富二代。哎呀，所谓富二代的意思就是，她们都是现金花不完。怎么会是现金花不完呢？她们是现代花木兰，漂亮。对的太好了，没有错。今天的主题就是现代花木兰，他们都是富二代，代富从业，气势。哎，康康，你要宣传什么？哎，好吧。忽略嘛，那比较重要。很简洁哦，好山脱口秀，就是脱口秀。哎，虫虫哥跟我一起这样，但是他有三场，我有三场。哦，在红楼，8月7号这个算是。他的场8月8号是我的，就一人一场，分开演。他一人三场啊。哦，但是你们不是一起，没有一起，你们只是同一个系列。对对对对。但段子也不一样嘛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是一只狗的生活一件，他是用一只狗来看人这样子。那他自己扮狗。那你呢？然后我带一只狗，是那个巴蒂哦。哦，大哥还是巴蒂？艺术，艺术，艺术。不过我们今天要讲富二代，那今天来的都是继承富业的女生哦。哎呦，厉害哦！那刚刚你将来小孩子会继承你的事业吗？不太可能吧，因为他们现在都还很小啊。你会鼓励他吗？如果他有兴趣的话，有才华的话了。如果没有，就不要鼓励了嘛。对，不要害他。对啊，现在还不知道哎。现在太小。那你呢？你儿子你会鼓励他吗？不会。我会不准他，你儿子不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希望他是那个夏威夷冲浪冠军，或者是选美国总统，那不用，他不行选。我觉得他当一个什么冲浪冠军啊，什么游泳选手啊，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我跟你儿子玩过水，我再这样稍微泼他一下，他就一直哭一直哭。你忘记了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会了。因为上游那个是2-3年前的。对啊，上游泳课以后就好多了。哦，对对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在运动方面比较厉害一点就好了，然后将来出来就找事做做就好了。先把人生搞那么辛苦干什么？有个专业就好了。对啊，不用那么狠啊，哈。那你。这我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吗？你将来有小孩，你会让他怎么？我会放胆让他试，因为这个圈子，我觉得爸爸失败了，看儿子会不会失败。儿子，爸的心动交给你啊！爸爸希望你也失败。对，那你会让你儿子炒地皮吗？不是，然后演一些这一块。我觉得他想干嘛就干嘛吧。跟你要做坏事就好，跟你一样的。对，如果一直想干嘛就干嘛，对嘛？对啊，他们现在都还早啦，真的吗？拜托，你们现在可是我们都30好几了，是啊，我们玩到40几才结婚的，还没有我们，是你，你现在孩子都没有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们不会抱着鼓励的，不会说一生出来就是一直让他去学有关于演艺圈的事情。那将来他如果真的要去演艺圈，那时候我们也老了，也阻止不了。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要有才华啦。对对，你不能硬要说他又不好笑，硬要他搞笑，或者是他要唱歌，这样真的很辛苦，这样很辛苦，对，路很辛苦，累哦，也脸皮要够厚，要撑住。好，我们今天这几位那个继承副业，哎呦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副业第一位，哇，这个名字有点可怜，悲伤，悲伤，悲伤。他叫什么名字呢？离析，离析，还有分崩离析的离析，欢迎离析，有请离析。哎呀，离析啊，你离析力很强，团结。离析什么星座的？我是处女座的。你是三维师，34F，然后25/30，做什么都成。是啊。no F 了。你的职业是？啊，我在做水电学徒。水电。水电工，水电，哎呦，对，就是现在有女版的，现在看到这个水，就是电啊，然后水啊，冷气也有，
有、欸、那个庭园的灯，你会不会装啊？会啊，会啊。你等一下帮我。我们家在彰化有点远哎。洪哥全球，他当然要回彰化去拿工具，我还要把货车开上来。如果你愿意让我捧场的话，我们看看你的工作的照片。哇塞，那个是我在穿那个线，工地嘛。对，我们要穿电线，因为穿电线，我们里面会铺那个塑胶管嘛，就穿暗管，然后。我们就要用那个条通过去，对，通过去，这样比较好拉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楼上接那个电线，也是接电线啦。厉害，那这个大概一层楼高而已，还好。就是你的货车？对，不是我爸的货车。发财发财发财，对，我爸的货车。然后开这个很帅。因为其实我是考手牌驾照，然后因为我们家是两台工作车，所以如果就是一开始我还不会开货车的时候是。我爸载着我去，就做什么都要我爸载这样。对，然后我爸就受不了，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可以学一下开车吗？你可以练一下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好，练。”就练的时候他就不载我了。不是，请教一下，你怎么会去做这一行？我毕业之后是帮我朋友工作，那他开饮料店，然后请我去当副店长。可是因为就是盈利不好，没有盈利不好，对，所以就收起来了啦。啊，我就回了家，然后我回家大概一个月之后，我爸就跟我说：“你要不要帮我工作？”我就说：“嗯，好啊。”然后我就做了到现在，多久了？半年。可是你刚开始做不会怕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帮我爸工作是高中的暑假。哦，已经做过，已经有过经验。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就是接那个电线啊什么的，就一整个暑假，一整个暑假都在接电线。你做你爸爸的工作之后，家里生意变比较好。哎，其实也没有啦，也不是我他不会穿这样去吧？不会穿这样去，因为很容易受伤。那你为什么不穿这样去呢？因为很容易受伤啊，我随便就可能被水泥墙。没有，他穿这样去，他爸爸就没有在工作，一直在打。我会被我妈骂，会被妈妈骂。那你爸的师傅都说你爸对你很狠。也不是说师傅，就是等于说，哎，我们去工地嘛，那一定会有很多什么泥作师傅啊，什么装潢啊，就会遇到很多人。然后就是我就跟着我爸后面走，然后他就说，你跟你爸做这个哦。啊，你爸怎么这么凶？哎呀，那你徒弟在做这，你爸那叫凶啊？会不会挖脚你？对，来跟我，会，跟我就说要不要来跳槽？你做这个最辛苦，热，真的，因为夏天很热，而且他们在彰化，因为像不管爬高还是搬重，我都觉得没关系。但热，但是这很热，冬天应该很爽。冬天对啦，对，冬天比较舒服，而且就是又热，然后可能下大雨，就是也是坐，然后就淋着雨去货车上面拿东西，这样。你被喷枪喷到？也不是喷到，是我那个时候可能烧完水管之后，我就放旁边，对，然后结果我就一转身，大手一挥，我的一层皮就不见了，还在耶。对啊，这是疤，这个疤。哇，真的。然后是完全皮，你就看到皮缩在喷枪的那个枪嘴上面，直接很烙印。对，然后之后我就想说，我就看着这个伤口好像有点大，要不然冲脱泡盖送嘛，我就先下去冲个水好了。就打开水，我就觉得这水好像有点脏，就把它关起来。对对对。然后我就下去，我就跟我爸说：“哎，把我烫到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烫到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是先问他说这附近有药局吗？”然后他就想说，他想一下，应该有。然后他就想说：“嗯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我去烫到，你看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去烫到？哦，好。”然后他就带我去药局，这样。然后他在车上也跟我讲说：“哦，那个喷枪用完后，你要倒着放才不会去烫到。”我就想说：“你不会讲太晚了。”其实没有，其实因为我爸就是那种，哎，他可能跟你讲的时候，他叫你做什么，结果可能你做错或是你受伤，他才会说：“哎呀，不可以这样，怎样？你要怎样怎样怎样。”马后炮。也不是马后炮，就是他会忘记要提醒你。有讲啊，有讲，他事先有讲。对对对，他会忘记要提醒你。不过这也是一种教育啊，你自己真的度对了，你有道理。而且我爸的教育方式，就是我觉得他的学徒就是真的都很高明，因为我爸就是那种，哎，我今天跟你讲，然后就嘴巴讲一讲之后人就走了。然后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做好，自己去摸。对对对，没事教育。你知道那个做灯光，我们很怕被电到，你会不会怕被电到？其实被电到是一定会的，因为像有时候可能你主电已经接好，就是你开关的电都接好了，结果你在接电灯的时候忘记这件事情，电灯是打开的，开关是打开的，那就一摸，哎呀，没电。刚刚是自己消音的，有一个语助词。所以说你对于被电到非常的习惯。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让自己被电，但是还是偶尔还是会被电。电笔出动，测试时间。来，干嘛推我？来，是要一起玩吗？我们一起玩。你先看看你的抗电性了。对啊，一二三，你可以吗？他已经压了，我已经压了，真的假的？压，快点。
哦，厉害厉害，哦，你们两个都是惺惺相惜，哦，厉害耶。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接触都是一百一的。高压电啊，也不是高压，那边有插座，要不要？就是你想试看，我可以帮你。没有没有，你其实可以放开，可以问放开放开。你现在拿给杨楠按看，不然人家说我们作假。说作假？一二三。作假？脖子干嘛缩起来？很麻烦。洪哥有按过吗？洪哥没有按过，没有电了。很好玩哦，其实很好玩，真的。好玩啊！我觉得还是久就习惯。嗯。你看。你不怕？我们以前做灯光要去碰那个铡刀的，碰了就电这样通的，过关了才能及格啊！你这才能出息了，就要这样电到这里来。对啊，你就是你这样子，它就电流这样嘛。那你这样子，它电流就这样子。它会通，它会通。那你这样子的话，电流是这样子的。嗯。这我不怕讲三次是吧？同样的话，因为很重要。很重要，什么玩意儿？所以在场大家都不怕。下次拿高压电了，哎，他真的不怕，这个太小 case 了。我没有没有，拿去用看。不行，我不行，谢谢。很，其实不会，真的不会很麻。我跟你讲，他没装电池，没有装电池。我刚刚就按这只，我真的下不去，真的。没装电池啊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没摇什么啦，没一二三的。一二三，不会电，一点都不电，没事。脏话，脏话都要出来了。那你们跟他回脏话。刚刚哥，看刚刚，试看，这是什么？电笔啦。就是它是一支笔。我女儿还小，不能没有爸爸。没有，那个电了以后身体会好。它是一支笔，真的，你会身体真的没事啦。活络筋骨，真的没事。一二三，给我电，真的没事。有了，什么没有？哎，怎么电变凉？哎，习惯就好了。对，哎，一阵子就习惯就好了，习惯就好了。但不会习惯，有点舒服。对，为什么要玩这个？没有没有，因为他起的够，他起的怎么样？就常常被电到，就会有时候看那个，我刚节目有没有综艺效果？我刚以为你们是装的，都没有电呢，结果都有，都有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会继续做下去吗？我目前会。你会不会最后就继承你父亲的这个？不一定哎，可是因为现在我爸是没有收学徒的，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帮他继续。那将来你有男朋友，会不会把他叫他变学徒？是不会，冲康他这样是不会，冲康他。因为每个人就是搞不好夫妻俩一起做事业越做越大，职业选择以后变产妖啊，变成工程师、建筑商，对不对？棒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请坐，厉害，谢谢。下一位，这位名字非常的好难念，特殊哈，叫姑母乌明，欢迎姑母。姑母明，是姑母。过来，请问是原住民吗？你是什么族？我是赛德克族。就是你大学念的是农经系，那你现在做的是？我现在是茶农。哎，那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重一点，有一点。对，从茶园管理开始。对。对，那到后来我是这两三年从制茶跟品茶还有泡茶，对，就是比较专精在室内的工作。茶需要新的想法、新的力量去带领它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实需要。是，对，因为农村没有年轻人，比较少。哦，可爱，哇塞，好像形象照。这是你们的那个吗？那个？这是我们赛德克族的衣服，女生的衣服。对，这是我们传统服饰。这是你啊？对，这是我。太像，这是你啊？这是我，对，我就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这张照片拍的是你在干嘛？对，其实这张照片是我在闻茶。那其实做茶它很重要，是在这个步骤，对，就是会有它是有个波动的，你要让它呈现什么香气、什么香味，就是在这个时间。是，对，你要嗅觉要很敏感，然后就是味觉要。你们嗅觉味觉很重视，那你会不会吃的东西不能乱吃啊？我就是不吃太辣。啊，会破坏那个味，会破坏味觉。啊，我本身不吃辣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哦，对。哎，你可不可以念一下你这个名字的母语？我叫姑母乌敏，它就很，我的名字其实蛮好念的，就叫姑母乌敏。对，叫姑母乌敏，那它是罗马字拼音。姑母，然后有没有什么意义？没有哎，我们就是传承上一代的名字。那我叫姑母啊，乌敏是我爸爸。哦，那将来你的孩子叫什么？什么什么姑母？所以你到春阳部落绝对不能说，哎，我要找姑母，会有很多个姑母回头，一定要问说，请问姑母在不在？那一个人谁？每个都叫姑母。姑母现在出来，你是从小就用这个名字？我从小就用这个名字，没有汉人的，没有，他们年纪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开始。这个时候可以改姑母，姑母是姓的意思吗？
姑姑是名字，名字，然后乌敏，他们没有姓的问题，他们就是我们是家族。哦，头等奖哎，对，这个是去年高山茶。你在山上应该很多人追求你吧？嗯，还好哎，我觉得他们都不想要看近的。对啊，他姑母应该有很多姑丈很喜欢你。不过你们这个在山上种茶，这个工作也有点危险。其实还蛮危险，因为我会回去帮忙，是因为不想要看我爸这么辛苦，这么危险。对，因为他其实要做的工作很多，就是要去撒肥料，然后要喷水，然后可能他早上去工作，然后他五点之后晚上又要去工作，因为要避开那个中午很热的时间。对，那其实我会第一次去陪他，是因为就是想说，哎，男生都可以做的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对，我就是抱着这种那个感觉去，然后后来太晒了，爸，我没关系，我帮你闻茶就好，真的不是太晒了。对，可是这个经验其实是让我知道说，女生就做你可以做的事，不要逞强。是，对，因为经过这一次就可能要帮忙背肥料，然后差点摔下去这个经验过后，对，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做我能做的事。应该每一个有每一个人的专业。对，对不对？你做的事情，可能你父亲不一定做得到。对啊，对，你有你的年轻的想法。帮助爸爸的，哎，让茶园更不一样。是啊，对，你会不会用你现在年轻的口感去建议你爸把茶叶稍微变化一下？会，因为其实我会常跑就是台北的展售场，然后看到大家就是不只有喜欢高山乌龙茶，那其实平地的大家都还蛮喜欢红茶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我回家之后我就慢慢做红茶。哦，对，就慢慢把高山红茶带出来，就是又多了一个品项可以做选择。高山红茶才做三年，百大青农。哎呦，茶青，他算茶青。哎，请教一下，你一株红茶从开始种到可以采收要多久？三年。它可以种，它到第三年它就可以采收了。三年，对，三年。三年，对，三到五年才可以采收第一次。第一次，对。哦，百大青唯一的女生哈。对，这都是茶叶，而且百大青龙最白。真的，你说我后面那个也在黑到那个什么？那是背光，不是那背光。等一下，你们当天现场有那个人吗？有。有这么黑吗？他有这么黑？他有这么光遮到？光在后面光被挡住了。他太黑了，喝太多茶了。对，他是自白。他喝乌龙茶啦。他可能洞顶乌龙喝也蛮多的啦，没有啦。可是说真的，虽然种茶辛苦，那你多少会有一些压力吧？你怎么宣泄？对着山唱歌不太可能吧？不太可能啦。我其实都是弹钢琴，因为我从小是学钢琴的。其实我本来的志向是当钢琴老师，可是就是一个变相，就是大四那一年就想说啊，算了，那我干脆回家做茶好了。还可以这样子啊？因为可是你不是大学念的是？我大学念的是农经系啊。可是你有念过什么音乐？我国中。要升国中的时候是，可是我只会弹琴，我不太会看乐理，所以就被打掉了。那个，我们请教一下那个歌王，我金曲奖那个共姑不要问我，不会啊，入围很强的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个看会不会看乐理是很重要的，乐谱应该不会啊，因为我也不会看。他要考试哦，他们那个对，我们是要进音乐班要考试。今天要不要弹一个什么歌曲给我们听一下？好啊，可以。不能什么小蜜蜂那种。好，我尽力。来，请。
今天要介绍茶，这个是你厉害了。这个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这个是？这个是高山红茶，就是我刚刚说，对，现在这两年在推的。然后这是最贴近大家的冷泡茶，冷泡茶最方便了。夏天就是，对。我们现在去出外景，很多地方都是提供我们喝冷泡茶，对对，非常棒哦。那我们先喝喝看你的红茶，可以先喝冷泡茶。听专业的，听专业的。对，这个会这样，会是因为我们喝清香的茶。之后再喝浓郁的茶，因为你喝完这就喝不出它的味道。哦，那是干的还是？杯子倒给大家一起分啊，这两罐一样的。哎，刚刚那个垫底就要大家一起，这个就你自己喝。对，可以享受一下冷泡茶，在这炎热的台北。今天有台风。哎，对，李希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呦，尝一下，好香哦，浓浓的。其实你等一下喝它的杯底，会有一点点的焦糖香。喝它杯底。对，就是等它喝完之后，对，最后一口。那一般喝这个也要闻茶吗？如果是热泡的话，会需要闻茶。冷泡不用，冷泡不用。其实冷泡就是最简单。可是你这样闻起来还是蛮香的。对，最简单、最解渴的方式。再一杯。哎呦，全然都续杯。喝这个茶可以喝出那个声音吗？就是那个，这样会不礼貌吗？不会，其实我们在评审的时候就是要喝出那个声音。哎呦，因为它会把那个水带到我们的舌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对对，就会有这种。太多了，你那个是抽痰的鼻水，对啊，但是吸到空气，感觉好像在洗鼻涕哦。我也来一下，整个气质都。这个会呛到，好喝哎，对，真的好，跟空气结合，那个香气更重。哦，真的，最后一口是甜的，对，啊，最后一口是微的甜味，是是是，来，接下来厉害了，高山红茶，红茶。拿来，还有公杯哎，好像威士忌的颜色哎。讲到这公杯，就我们康康对不对？啊，当年公杯王啊，没有了。它这红茶会有一点蜜香，甜甜的蜜味。哦，光闻就很香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那其实就是在采茶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茶青的条件。那通常做红茶都是夏茶在做，对，那夏茶比较热，所以它会有小绿叶蚕的叮咬。啊。对，小绿叶蚕做出来的茶会有一点甜。一般如果有加柠檬，那是对的吗？有一些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，什么柠檬红茶。因为我有客人就是拿回去加牛奶。这个红茶喝完以后想吞口水，哎，很好，是回甘。这红茶怎么那么好啊？嗯，舒服哦。嗯，他在推的啊，好棒哦，厉害厉害，你要买。可以啊，包下来4000万。老板要要几支？可以给我先来一杯吗？4000万，台风没4000万别出门。我来一来就买4000万了。各有特色，从家里回去上光芒，然后呢买了4000万的茶。其实哦，喝这个红茶最主要是要看脱口秀。哎，先到这边去。是，对，没关系，我大家乱讲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厉害，这没人喝嘛，我待会位置上的，欢迎蔡怡芳，怡芳，谢谢，蔡怡芳，嗨，好，看起来就是很乖的，应该是幼稚园老师那种。嗯，您是射手座的，对，他是议员候选人。啊，哇塞！之前2018年的时候是议员候选人。请问您的选区在哪里？旗津、鼓山跟盐城。高雄。对。OK。不是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当民意代表？我是念理工的，嗯，学校也还不错，然后工作也还不错，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讲说啊，不要回高雄啦，高雄不好。嗯，可是。我觉得在一个高雄子弟的心里面，如果高雄不好，我们就他不是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吗？不可能因为他不好你就不要他了。对啊，高雄人不爱高雄，你还爱谁？对，而且不会有任何人比高雄人更爱高雄。对，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好，我们就应该都回来；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好，我们就应该要回来改变这里。对对，那时候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就欢送那个张立忠回台中。但台中够好，还请看他的照片。哦，你就这样站在街头拜票，站在路口哦，好辛苦。每一天，每一天啊，就在那个选举的对选举的过程中，你决定
要回去参选，嗯，是在选举前多久？四五个月左右。然后开始从零开始，从零，从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开始。哇，那父亲是？我爸爸是一个盐城的里长，不过不是因为我爸爸啦，当然对啊，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很有趣，我爸爸那时候是他一选上里长，因为他原本是警察，然后后来退休之后当里长，然后一选上里长之后，我们家就搬家了，因为我们家那地方就变成服务处。哦，对，然后爸爸说，就是因为我还小，他不想要就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，然后我都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不是李明吗？对对，没有，不只是会很多来敲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就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开放空间，他就觉得说家里不应该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搬家。所以我爸选举我从来没有帮他辅选过。嗯，下一张，高雄寿山，他被挖了一个洞啊，就是一整个就是莫名其妙突然一天就多了一个很大的洞啊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台风。所以下雨，积水也不是积、哦、不是积水，对，路面凹陷的那个，等于土石流失了嘛。对，然后因为之前在我出生前，他有一次是冲把人家冲死，就是，所以我那时候对就完全冲走、嗯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去看一下到底什么状况，结果全部只有我去，所以只有我。哦，所以那个表情是说怎么只有我这样？就是我那时候是很压抑，因为应该很多人都会在这里，很多人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下一张，这就是我爬上去要看那个沙包啊，沙堆哈。对，要是看那个大洞。哇，你爸爸他是里长，他对于你从政他是全力辅选呢，还是从中破坏？他是全力辅选，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不满意，非常反对。因为对他觉得就是他只有一个，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孩，就你啊，哇塞，你独生女啊，对，哇，你想把你爸逼疯啊？然后我念到博班，然后我爸就觉得说，为什么你有好工作又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？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，我有没有做错事情，你干嘛要惩罚我？对，干嘛惩罚我？就是他觉得为什么？不是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他之前在决定选举之前。是这个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好女儿，书读得好，工作又好，长得又可爱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独生女，怎么会突然就是暴走了要去当政治人物？政治人物其实很累的，很累啊。对，你会瞬间老。对，这是真的。你当初是造型特殊，你造型怎么了？因为我不是说我从什么都不知道开始嘛，那我就在想到底一个市议员。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其实你在跑行程的时候，每个阿公阿嬷、啊、叔叔伯伯一定，结婚就是你结婚吗？不会，之类的，一定会哎呀，想说啊，我是北派啊之类的，我是军用兵的哦，哦哈，陆战队，对，大概是这种概念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那到底一个市议员应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市议员不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妈妈吗？因为如果我们把高雄比拟成一个家，那市议员就是这里面的妈妈，要爱这里所有的人，不管你老弱妇孺残什么，我都要爱。所以你就扮成老妈妈这样？没有的。你看，然后不是，我是穿婚纱。哇，这个也太正了吧！贾静雯啊，你结婚了没有？有像哦。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你懒这样的没有男朋友？介绍一下，怎么我们自我推荐呢？履历传给你，谁推我？谁推我？推荐人，你就是贱人。来下一张。哦，然后那时候因为盐城其实就是我们就是高雄以前最 fashion 的地方，所以那边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穿西服或是穿旗袍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因为我是一路都是以新娘的造型嘛，那红旗袍其实就是嫁给高雄，对对对，就在志德堂的。对，因为我是抽号码。哎，不是你参选行政，有人提亲就算，还有人要给你5000万。哦，对，就收了啊，这是拿花光，管他呢，你打选战才有用啊。果然是没有那时候，不是为了这5000万吗？就他就说要给，他就寄一封信给我，他就说他给我5000万，然后。当我的政治现金，然后条件就是我嫁给他，但他给我自由。这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就拿信给我爸爸看，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爸爸就说：一口大人。啊，不，你就叫伊开2000万来开看卖。对哦。先开2000万开看卖。我爸爸说啊，5000万加2个0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是独生女，
你现在没有男朋友，但是你交男朋友，父母亲的意见很重要吗？对，我觉得是最重要，因为如果交男朋友，那是以后会结婚的对象的话，那你不那是两个家嘛，所以你不可能说就是我喜欢，就是其他人都不管。我觉得不是，而是。爸爸妈妈也要很喜欢才行啊。那他的政治立场如果跟你不一样，也不可以。无所谓啊。啊，无所谓，这样会吵架呢。没有，大家是尊重嘛，彼此尊重啊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。真的，可以这样吗？那你先讲说你喜欢哪一种男生？嗯，你总要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嘛。当然顺眼第一个嘛，那诚信正直。负责的，我觉得就这样就很难就没了。对啊，政治人物很难有诚信，这样这样好吧？就其实我们圈内大概什么样的男生、男性艺人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，先不要管个性，就是外表外在。金城武啊，对啊，张立忠，对，很丑有没有？谁谁谁？你说谁？没有，我是刚刚一些名单，大概什么样子？对，我喜欢王力宏。王力宏哦，梁继忠有一个，对，硬撑好不好？关你什么事？就力有连到就可以了，还不错。力不力得二啊，不力得二。立冬还是回台中服务乡民哦。那你还会希望再继续？如果有这个机会，还是希望。就是其实不管在哪里，你的心他是真的要为高雄服务，真的尽一份心力。对啊，可是你还要再考虑一件事：当你成为政治人物的时候，你更难谈恋爱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因为我现在28岁嘛。那28岁到32岁之间，有可能你就会迈入婚姻。但是如果你从就是你从来都没有做这件事情，然后突然跟老公讲说：“哎，我要去算计。”嗯，就老公可能会不答应啊。对，老公说：“哦，你被算计。”可是如果我被出一次，可是如果说他原本就可能就知道你会有这个意向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处理，先讲出来。对对对。而且以后我跟你讲，而且在另外一半大力这个支持的话。其实不一样感觉，这一定要，对不对？最近我们那个顺哥好像说也要出来选基隆市长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好像要出来选，他也不需要你们助选，但是政治现金啊。这是现在都明讲，刚喝茶就花了4000万，这算什么？就是他们是说出来选，然后对手会劝退。说来，那你不要选，我这笔钱给你。哎，他主要是要赚这个钱，屁呀，不是吗？就跟桥票，屁呀，这样乱讲，不是 Nono 讲的吗？喂，那天你也在吗？我不在，我不在，我不在，我不在。为了这笔钱，因为你这么爱高雄，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为高雄做事，但是在这个机会来临之前，先把你自己准备好，也许把家庭组织好了。因为你当了一个妈妈，也许你更知道高雄需要什么。我觉得是，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。那我们在这边也跟那个李长辈讲一下，李长辈辛苦了。那但是女儿有这么伟大的志向，对啊，很棒啊。哎，你就是牺牲一点了，把那个女儿就是让她出来服务人民吧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，请坐。谢谢。欢迎米娅。米娅。欢迎，欢迎米娅，哇哇哇哇哇！讲话小心哦，是山口组成，欢迎米娅，不是啦，米娅的父亲是日本人，买了买了，米娅了，然后米娅上啊，拍米娅，外号山口，什么拍米娅，拍米娅，坏，这感觉这样讲人家，这样子，他是摄影师啊，对，摄影师。那你怎么会刺青吃得这么开心？这个是自己喜欢的，家里也没有反对。酷哎、欸！现在哦、喔，现在就是说，我觉得你在一个很健康的家庭。为什么？很多人认为啊，刺青就是坏，其实不是啊。现在刺青是一种艺术。对。那可是我想请教一下，因为你刺青这么多，我们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你怎么决定我要刺什么图案？因为刺青这个，以前我一个朋友跟我讲，我说。问我要不要刺青，我说 OK 啊，可是你要记得，刺了就不能后悔了。对，因为不能说今天刺完，明天哎，不是这，盖姐盖姐，有哎，也有人这样子啊。对，但就不好看啊。怎么决定的？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冲动。冲动哇，真的。然后你要找到对的人。冲动哎。对，很冲动，非常冲动。所以刺这些是先跟那个刺青师讨论。对，没错。要刺什么？不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。这是孔雀吗？对，它是孔雀。然后这是花朵。对，这是花开富贵。这是罗盘吗？对，手上还蛮多。它应该是没有同一个时期刺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
你很喜欢东洋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是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是光剑啦。光剑。哦呦，星际大战那个，严厉，他吃那个很漂亮。我们看一下背后，麻烦旋转一下。哇，蟒蛇，蟒，哎呦，爪，对，是蛇。他有穿衣服的地方也都是有刺，就对了。都已经覆盖了吗？还是现在目前是70%？70%，那你想要刺70%？请问这样你花多少钱？其实不会很多，因为我帮忙做展览那些。啊，对，我们是有刺青比赛的，一起巡展。哎，这几年台湾的刺青在国际赛上面很厉害，非常厉害哦。你父亲也是？他是摄录影师。摄录影师。对，然后我是家里没有男孩子，所以出这种工作我会帮忙，就是有点像摄助的工作这样子。哦，对，扛那个、啊，哇塞，扛那个脚架、啊，然后还有要帮忙牵线、地板贴胶这样子、都做这样。反正那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也都是男生在做的。对呀、啊，以前不是不能有女生。对呀、啊，以前摄影机还不能碰空气的。对啊，请看。哎呦，哇塞，是帅哦！被你拍，我们都很乖哦。看，对不对？坐下，坐。看镜头，看镜头。你在想什么？握手，握手。哦呦，那个是拍那个市长吗？其实市长办公室，对，是的。你是哪里的？苗栗。苗栗，你怎么知道苗栗市长办公室上面？这个市长办公室很像那个高雄市长办公室。哦，我以为可能同一个设计师。嗯，那再下一张，哎，这个就是爸爸，爸爸，哦，是爸爸，看起来很年轻，感觉好像很酷，很可爱。爸爸就是我们泰雅族一半，对，一半血统。哦，那你去派幼稚园吓到小孩？对，因为就是小朋友的成果发表会，我有去。那我要帮忙引导小朋友不要乱跑嘛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每一个都不敢动，没有人敢动。没有啦，你如果去幼稚园，你要穿长裤嘛，长袖的嘛。很热很累，很热。小孩子吓，而且像康康，他定期都会去那个监狱表演一演哦。你也去，但是你引起骚动。对，他们看的是记啊，记啊，掐出这些记啊，掐个碎哦，记啊，是没有到这样。哎，其实有的人刺青是在监狱里面刺，对对对，不一样哦，里面就有在帮人家刺。哦，那我们去是去拍一些那个，就是他们的一些微电影。活动啊，我只是因为要帮忙，所以我必须得进去。所以说你去的时候叫。我要拍你们，大家就很高兴。那我就走进去啊！你穿这样不会吧？不会，不当然不可能。吓坏我！就是可能刚才我们看照片的那个服装，人家那个监狱的妓啊，不会刺这样，人家会刺小梁。为什么？后来才知道说这是恨，他刺恨嘛。然后伙食办很好，他胖了变成小梁。一个一边那边的笑话，你说街上抱抱引发媒体关注，你在哪里抱抱？西门町，跟谁啊？西门町街头跟就路人啊，不认识的，对，可以哦，可以啊，是锁抱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情人节的活动，这个就是你哦，对，是，哎，抱贴胶带，重爱的纸贴胶带什么 ？OK， 身上，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很需要爱的抱抱，很多，对啊，我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吗？你爱的抱抱吗？你需要爱的抱抱，可是你刚才说我是拍咪啊？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咪啊，你是很会拍东西的拍咪啊。哦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还可以。还有下一张，哇，就是这个，你这样在街上，你那今天可以重现？不，这位，现在西门町，西门町没错。哎，我们下次连那个还去西门区干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在西门町玩的啊？你应该说会不会痒？对啊，不是有那么大的胸贴吗？那胶带就是自己做的胶带那种那个胸贴。我们灯光打灯光的那种胶带，还有大力胶。不行，会痛吗？流汗不会呼吸吧？不会掉，不会掉。哎，那是乱勇敢，有喜欢什么样男生吗？没有特别，我就是喜欢善良就好。善良就好，善良，然后有礼貌，就是这样就 OK 了。我要求真的不多。你会不会看到刺青的男生特别有兴趣？不会，我看多了，而且有些他们比我少啊。哦，不能比这个，没有我多。是有道理，抱不赢你啊。你就喜欢善良的。善良，然后认真工作，然后
就是孝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不交？交不到啊，就是旁边那个下旁边那个好邪恶，他很缺。没有，因为就是这事情多啦，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看起来比较凶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个性也是比较强悍一点点，强悍，对，哎呦，对，可能比较悍一点这样子啊，蛮凶的，会动手动脚，不是不会动手动脚啊，只是个人意见就是比较，你是有被女生打过的，有阴影，所以他常常啊，常常在我们节目上被打。但是学摄影你是有兴趣吗？有啊，有兴趣，因为是从小家族的事业、oh. 然后一直就是有帮忙一直到大这样子，所以一直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东西、嗯、对，所以目前幕后都有做这样。哦，要不然来我们三立、嗯嗯、很有荣幸我今天可以在这里。那你还会再吃吗？目前先暂时没有，先但是缓一缓，嗯，以后不知道。你这样整个是经历多久吃？我这样子已经是我是高中，大概高中就在刺了，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。你第一个刺的是什么？在哪里？在背后一个小小的独角兽。穿的制服是看不到。小独角兽。对对对，然后就、嗯、啊，已经盖掉了。哦，慢慢慢慢就可以。对，没错。哦，好，希望能够越刺越开心。好、哦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什么期许？对，期许越刺越开心。今天你看到没有，女生多优秀，是真的，大开眼界，好吧，都不出爸爸，对啊，你应该好好的啊，对啊，然后整理一下自己啊 ，OK， 我们现在里面就是你了，扛起来，对，还没啊，还有女朋友你有吗？你说有顺便分手啊？可以这样说吗？来，刚刚再帮我们宣传一下你的。有8月7号到8月11号，总共有6场，虫虫的是8月7号到9:10。那你呢？那我的是8月8号的8点、10号跟11号的5点。看完我的可以去吃饭，然后8点再去看虫虫的。十、哦、号我们两个有套票，哦、打8折这样子，所以是要一路削。是在红楼剧场，红楼剧场，红楼，对 对, 對，好狠，好狠，很强。是，希望你们演出成功，也希望大家赶快去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表演。是，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謝謝